さて、そろそろわしの出番ですの。後輩天外仰ぎ見る。地雷や豪傑。超砲弾螺旋丸。嗨，今天开箱正版授权光年工作室自来也，再见老师 ，A.K.A. 木叶三人 ，A.K.A. 蛤蟆仙人 ，A.K.A. 好色仙人。首先看到外箱的长度跟宽度是一个正方形，都是73公分，然后高度49公分，收纳起来非常的具压力啊。那我来把运输箱打开，很意外吧？里面还有一个运输箱。先把这个破烂的东西丢一边去。它里面纸箱上的资讯跟外面的纸箱是一模一样的，正所谓 GK 景气寒冬，正版授权也崩。小土本人我用了很漂亮的价钱收到二手的自来也，尤其是起点工作室也推出了一款授权的自来也，号称是天花板。这款比较小颗螺旋丸的自来也就相对的没那么保值了。上层控制的位置大概是高配或特点，会有一本精致的小说。配件很单纯，两根长水管，一根有绷带的小水管，一副手套，收藏证书，不是金色的金币，侦察蛙，十根钢筋跟仙法大玉螺旋丸。下层单纯就人物头发跟地台。快速浏览一下没什么用的底图插画。先摆好底座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组装说明书。说明书在证书下面，所以开箱的时候没看见。设计的蛮漂亮，有种起爆符、忍者符咒的感觉。说明书看完，来看看证书。等一下，刚刚好像还有什么？好大方的50元运费折抵券，还有期限，我看这辈子是不会用到。我一直觉得这种收藏编号还用手写很不爽。
束了很长一段努力但完全看不出改变的组装。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组装后就看不到的翘臀跟大卷轴，比起海贼或七龙珠火影的画风跟服装就比较光滑柔顺，蛤蟆仙人跟自然也是一体的，不用组装。这一次除了那十根钢筋，说实在也没什么好组装，而且那十根有装就像没装。人物其实非常好组装，就是有点重，我手抖，又很怕碰到卷轴，卷轴的绳子看起来很危险，很容易断。这颗螺旋丸竟然不会亮，那因为有点大颗，又是这样一根吸管插进去手掌里面，没有做磁铁，所以我觉得有点危险，所以上一点蓝丁胶。这边学 SM 拿灯绕一绕。装后高度到53公分，因为地台跟头发很远，柜子深度最好超过50公分。有한덕이나이상하시덕이니가찬이여이마와산나고도일이어이제는쉬어주세요난야도고조와불안의도장와후통자하이요샘포고에몬蛤蟆伸做眼睛的贴纸坏了，不论是没贴好或是我买二手的原因，总之是坏了。我是很尊师重道的啊，所以好色仙人到我家就继续跟着几位辣妹永远的好色吧，不是取材吧。呵，拜拜。